好，继续要带您欣赏台北艺术节，今年有九部来自欧美跟台湾的创作，其中由歌手殷正洋主演的台语音乐剧《渭水春风》，讲的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驱蒋渭水的故事，音乐跟情节都一样动人。由金曲歌王殷正洋饰演的台湾民主运动先驱蒋渭水一生的台语音乐剧《渭水春风》，这一段蒋渭水和他的日本朋友巧遇两名女子，四个人一见钟情。刚才呀，你也多名。我是来，代表这个，电影叫我阿弟，杨坤弟的弟。阿弟，这是可爱的阿弟。在当时呢，日本人跟原住民他们有一个像世仇一样的一个关系，而蒋渭水跟陈田呢，蒋渭水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妻室，有了小孩，甜蜜中带着淡淡的悲伤，除了爱情，也有蒋渭水从事民主运动的起起落落。前一刹突然响起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到处都有人跳着 Michael 的招牌舞步《月球漫步》。电影 Michael Jackson 呈现80年代学民疯 Michael 的情景。长明文化这些事件，我们跟 Michael Jackson 整个串在一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哎，台湾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台湾的文化是一个，消化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文化。回程路上，我来到旅社。没有演员，只有旁白的电影《史蒂夫特的失误》，该怎么演下去呢？来自国内外九部的舞台剧和电影，将在台北艺术节带给你不同的艺术体验，感受欧美和亚洲不同文化的热度。记者林信林、郭煌台北报道。